咁上次讲到咧打呢一个嘅双打超人力队啊嘛，好啦，都几难打真系，系啊，都几难打，就睇下试多几次，睇下有冇机会打啦。如果真系冇嘅话，就去升呢啦，因为应该可以升高一个嘅等级限制啦。依家咁可以出发啦。其实要打都有得打嘅，我谂应该合物咧。但佢沙奈朵好，佢嘅沙奈朵我计个数啦，我悼念飞鼠应该系快过沙奈朵嘅，但系佢沙奈朵咧系极限全速嘅沙奈朵啦，所以咧系唔会够佢快嘅，因为佢100速度种族值啦 ，mega 咗，而我只悼念飞鼠咧正常嚟讲有103嘅，应该快过佢，但系我只悼念飞鼠咧个速度咧速度唔系 S 啊，亦即系话咧佢唔系31或者30嘅速度，唔够沙奈朵快喺呢度，系啦，咁所以咧其实都好难玩。呢度咧，我哋睇下可唔可以用咬碎布尼姆温，之后再用放电啦吓。啲电电到，哇！大流血，会心一击喎、啊，老兄。诶、哎，巨星，诶，应该死晒咁滞啦。麻痹，都系用到欺凶啊。佢用我欺凶嘅话，其实都好麻烦，因为成场入面佢最慢啊。咁即系话咧，呢一度咧布尼姆温应该系第一个喐，之后第二个应该战锤龙。咁我喺呢度守护先啦吓，应该唔死啩？哦，冇啦，我哋不如试下睇下有冇机会？咦？吓、啊？点解咁样过到入到入嚟咁奇怪嘅？不如我哋试下睇下有冇机会可以放电佢，然之后令到佢唔麻，即系唔用呢一个嘅，唔用呢一个嘅叫做嗰招欺凶系啦。啊，系喎，因为有咩喎？因为有场地限制。呢个咬碎左边方便。唔系，麻痹咗布尼姆温，麻痹埋外管 ，OK。In D D。咁呢个时候布尼姆温如果冇开到欺凶，咁我就赢噶啦。我、哦、又开个欺凶，又完。哇，仲有只 3D 龙喺后面 ，3D 龙二啊呢只。我哋用，佢仲要有火仙制，好烦呢度。咁呢度又系布尼姆温喐先啦，然之后就系 3D 龙啦，咬碎右边啦，激流守护啦，激发防守，瞬间转移啊，啱啱用，变锤龙啊，哇喺格拉格拉啊，再双守护，我守唔到啦已经，呢度用岩崩，呢度用水流裂破。喂、欸，仲有欺凶啊！哇，秒晒地震喎、啊，但系冇用啦、啊。欺凶完咗未啊？复制茂盛应该未完喎、啊，欺凶守多弯先。呢度我哋直接用重弹。好，系嘛？咦，唔系我欺凶好似完咗咯、啊。咁我哋 mega 进化啊，冇呢度唔好 mega 住，因为佢会用妖精技啊。我哋打一弹，呢度用能量球打，又打左边，跟住呢度用。近身拳击打，咦唔系我格拉格拉火系喎，呢度气重搭，哎会有 mega 到咩呢度？哎咁啊死啦，佢一下妖精技车死我啦，咦唔用妖精技喎，哎有得打嘅有得打嘅，不过好辛苦咯、啊、要打，我点欺凶？咁呢度欺凶我系直接换战锤龙，跟住呢度守护，起发防守，瞬间移动，咩、意念头锤，跟住呢度走啦，换做啊或者双守护嗰时阿博又唔得啦，又死晒，布西龟蛇王啊，守护守护，再嚟一个双守护。好，蜥蜴王 OK， 咁 OK 嘅，空间正常。咁呢一度用打击鬼啦吓，打击鬼跟住用电尾，呢度用能量球直接车落布尼姆温度，应该未必死咯。但系我觉得佢个特防咁高嘅话，系应该未必死啊嘛。诶、欸，死到诶、欸、回心啊，非常好，系好嘅开始。OK， 即刻扮个大只先呢度，吸收拳。哇咩事啊？吸收拳会唔会太大力？呢度重弹，跟住用手护一弯，岩崩 OK OK。呢度其实
系咪可以换走？這个 Mega 系咪会维持住咧？我哋不如换做大狼犬好冇咧？换做大狼犬啦呢度。呢度用咩好咧？即系用能量球打修建老将咧？但未必打赢沙奈朵喎呢样，唔要识喎。哎得啦得啦，谂到啦，呢度用重搭之后换大狼犬。OK， 系咪吸收拳？岩崩 OK。场地正常，变翻普通场地。呢度我哋再用重搭之后再守护。哇，佢呢招技真系好烦喎，点样避啊呢招？哇，真系冇得打喎，佢系咁用呢招技，有冇广域防守啊？有冇得回忆技能啊？打击鬼有广域防守喎，我记得。好啦，我哋咧继续打呢一个嘅超能力啊！咁我咧就带咗只打击鬼入嚟嘅。咁呢只咧最主要咧就系、是、用嚟咧防一啲欺空手啦。63唔知道会唔会太快呢，因为佢得29呢啦，应该就可以成为全场最慢啦。如果开到欺空，咁同埋咧我都配过唔同嘅技能嘅，系啦。呢一度咧我哋会用咬碎打我只暴外管道啦，即系 NDD。跟住呢一度咧，我哋打击鬼咧配咗招挑拨俾佢，应该系可以挑到呢个暴尼姆温，令到佢唔开欺空嘅。啊！呢度咬佢啦。正常嚟讲，呢度对面系会开高音嘅。你直接杀咗 ，OK， very good 啊！咁呢度挑拨佢，啊，应该可以咁样攞手指撩，系嘛？魔法镜，你挑翻我转头，喂，唔得唔得唔得！呢度直接咬碎外管呢个电磁波啊！唔系、啊，佢因为有魔法镜，电磁波唔到嘅，啱啱先醒起又。咁咪继续放电啦，麻痹到佢得，麻痹，好开到欺空，我哋重新嚟啦。我一定要麻痹到佢，唔好开欺空为止。诶、欸、，OK， 咁今次咧就成功咧令到对方唔开欺变空间嘅。咁依家咧对面咧暴尼姆温而家麻痹咗，咁呢个时候咧成队入面我就最快啦，可以咧任可以鱼肉佢哋啦。首先先打暴尼姆温先，因为佢有欺空啊。其实 3D 龙好似都有欺变空间嘅，我记得系咯，我记得好似系嘅，但系唔紧要啊，我喺呢度咬碎暴尼姆温，跟住电磁波 3D 龙避过攻击，急冻光速，哦，都系开到欺空，唉，好嚟啦，佢依家咧就麻痹咗啦，依家第二次。试下呢一个嘅打法啦，呢度佢吸偷咗个招强壮之外，但系冇所谓啊。呢度咬碎暴尼姆温之后放电得唔得？放电唔得啦，因为已经好痛啦，打落去。呢度空气利刃斩落去得唔得咧？试下啦。哇，斩得好少喎、啊，其实咁样摆头都唔好喎、啊，因为咁样打唔死只暴尼，除非佢呢度再麻痹啦。如果呢度再麻痹嘅话都好嘅，nice 喎，咁 OK。如果呢度再麻痹咧，其实我哋今次可以用打击鬼，呢度用重搭一定震得死只暴尼姆温嘅，啊冇理由震唔死，我哋 save 先。我而家真系震唔死啊，大镬啦！呢度我哋唔可以用放电，用空气利刃。咦？等阵先，系啊，重搭，跟住呢度应该用电磁波电只多边，即系 3D 龙先啱。系啦，咁样先啱啊！呢个先系正确嘅选择。跟住重搭俾佢震落去，因为打唔中导电飞鼠，速度亦都唔会下降，而下降嘅就只有对面嘅。系啦，好啦，我哋打击鬼，我哋另一只打击鬼啊！呢、這个时候我唔知佢派啲咩，有机会系沙奈朵，我喺呢度用蜥蜴王先。系啦，沙奈朵出嚟啦。呢、這个时候就用重搭搭一搭全世界先，跟住呢度用守护先开一开。系啦，佢会 mega 进化，但唔紧要啊！我一定要搭一搭佢先嘅呢度，顶住一滴血 ，3D 龙喐唔过我噶呢个，系啦，一定可以震到佢嘅呢度，啱啊，震到佢先。诶、欸，吸得多啊呢下，非常好，降咗速度，两只都欺变空间，咁啊 GG 啦。我仲要重搭咗佢添，得唔得？改一改，
呢个咩嚟噶？呢、這个电磁波左边啊。OK， 诶、欸，麻痹咗佢，都好嘅呢度。我哋可以用近身拳击打 CD 龙，跟住呢个时候用电磁波。沙雷朵应该冇问题，可以用电磁波嘅，同埋唔够佢快，好似谂谂先。照电啦，照电啦，冇办法啦，呢度照电啦。佢应该都系用妖精技能，一嘢打落嚟啊！以超人，哎，系啦。咁我杀咗只稀空手先呢度，双刃头最好啦。系咪收件老将之后？呢、這个时候咧就，哇，应该冇得打喎，但系咁样走势。而家最快系沙奈朵。打唔到喎，咁啊，呢度已经 kick 住咗咯，啊，呢度已经 kick 住咗，系啦，呢度唔得，要谂下点打呢度。S L 大快系打得赢嘅，不过要谂一谂。呢度直接用空气利刃，咁样会好咧？不如呢度直接用近身拳击打呢只，跟住呢度用空气利刃，好似仲好啦。诶，打唔死暴力冇运。但系，OK， 佢虽然未死，但系亦都麻痹咗佢啊！咁慢呢度，我哋用重踏，跟住呢个时候咧就用电磁波电一电只格拉格拉，希望佢都麻痹啦吓、啊，格拉格拉麻痹，咁样佢啲两只稀空手已经死咗啦，双刃头。哎，麻痹好，非常好啊！咁呢个时候出沙奈朵啊 ，very good， 呢个重踏，跟呢度用守护，应该好大机会今场好大机会赢到啦。哦，因为我哋打击鬼咧有一血根嘅关系咧，所以一定一血，而对面格拉格咧一定唔够我打击鬼快，所以一定系打击鬼喐先，再用重踏踏落去。系啦，咁呢个时候咧打击鬼咁啊死咗，但唔紧要，我哋换上蜥蜴王上场。呢度咧应该就我最快嘅导电飞鼠同埋蜥蜴王，咁呢个时候可以用守护，呢度再用放电，系啦，应该系快啲嘅，因为降咗一级嘅速度沙奈朵，啊，计算在内呢度，啊，放电，咁咧一放电咧，因为蜥蜴王守护咗咧，所以咧就完美咁防守咗呢一弯，咁而呢个放电都电一电沙奈朵，沙奈朵应该一招超人力技车落嚟噶啦。系啦，咁啊，导电飞住死亡。呢、這个时候咧，我哋就带咗战锤龙上场啦。诶、欸，唔系，呢只都呢只得唔得啦？我先，呢只未必得。战锤龙啦吓，呢度我哋可以用 mega 进化啦，跟住用能量球打右手边。跟住呢度咧，战锤龙咧就用开一开守护先，定还是直接打落去咧？我意念头锤打落去啊，因为快过佢噶，快过修建老爵噶。咁沙奈朵就会死啦！呢一弯几强嘅队伍都系敌不过我哋 S L 大法啦，啊，虽然很无耻，但系很有用 S L 大法。好，成功咧收拾咗沙奈朵。咁、這个时候战锤龙应该系排第二嘅速度线嚟讲，因为佢收件老将一定系压咗速度嘅，跟住意念头锤啦。咁希望令到佢惊啦呢度，一半血，哇哦，爆击啊！冇爆击都打咁多。吸收拳呢下有机会吸好多，其实，哇吸晒，但系冇谂到呢个时候我哋用能量球，跟住呢度我哋用守一守先，啊守一守先，佢应该会打我打击鬼嘅，我觉得，打唔打得痛啊 ？OK 都痛啊，哇我爆击，好嘅，终于赢啦，几强嘅队伍都敌唔过我哋 S L 大化啦，同大家讲。好，终于胜出啦，获得呢个金色徽章啦，32,400蚊。佢哋走之前带走呢一个气化空间、哦，佢会咧旋转轨道，令速度较慢嘅精灵先手相当有效。或者搵沙奈朵石啊嘛，如果你俾一只完美嘅精灵我睇，我都唔知边度有沙奈朵啊，真系。其实呢一个 game 咧，我迟啲咧可能玩完呢个随机模式嘅时候咧，我就玩呢、这、一个玩翻正常模式啦、啊、正常模式睇下会唔会卡关卡得好劲啦，但系其实打完第一次之后咧，就会觉得
就會有曬準備嘅啦，係啊，有曬準備就應該冇咁易會輸啦。好啦，咁依家其實我哋打完咗呢一個沙萊朵，亦即係拿茲咧，我哋可以向左手邊行啦，因為之前咧佢就唔俾人行嘅，而家依家就行得啦。OK， 哇咁，哇一拳打死我，廿招你，廿招，睇睇先。呢堆精灵 OK 啦，照用啦。其实布晒龟迟啲都走啦，但系我未揾到咩精灵用嘅话咧，就用住先啦。哇，咁恶嘅你咁样换只精灵出嚟，布晒尖锤龙啦，双刃流锤，一嘢锄落去，乜都死嘅呢下真系。悼念飞鼠得唔得？悼念飞鼠咧，双倍奉还我用。需要少少飛行嘅，好59咧，其實個 level 都越嚟越高啦。菠蘿一次，翻嚟勝利，唔係翻嚟回血先。呢度借俾落去都得啦，其實可以唔使打住嘅啲訓練架，即刻有嘢要打，嘻嘻，咬碎，咬碎，咬碎。其实大流血嘅强壮之药都真系几犀利，全部都可以两三下就咬得死。呢招恶技咧，咁讲起上嚟咧，恶技能咧系好似金文版入面咧咩恶鱼啊嘛，成日都会用嚟过关嘅技能嚟噶，系嘛？恶鱼好似有咬技啊嘛，系咯，冰牙同埋咬啊嘛，我记得。正在揾东东鼠莫鲁贝可喎，莫鲁贝咧嗰只。劍吞咗只電老鼠，咬碎，冇咩系一下咬碎咬唔死嘅，有嘅话就第二下。哎，俾人秒咗啲咩度？好啦，我谂唔知咩 mega 嚟嘅。哦，雲雀嘅 mega 死，咦？雲雀 mega 死，我可以進化喎咁樣。但系好老实讲，云雀其实唔会劲得去边咯，我谂一定唔会劲得去边啦。因为云雀嘅 mega 应该系差差地咯，我觉得又唔算话高攻，又唔算话高防，啊，总之就系一个好尴尬嘅位置啦。道馆喺边啊？呢度系啊。好啦，呢个系毒系嘅道馆啦，但系毒系嘅 mega 系咪紧鬼啊？点解咁多导电飞鼠？佢嗰啲嘅，其實佢呢個隨機模式咧，感覺上真係一種，佢係真係只有可能40隻、50隻到有隨機嘅啫，其餘咧全部都係一樣的。啲訓練家撞親嘅都係差唔多嘅，咧又係行路草，識自爆嘅行路草喎，我記得。護城龍呢只要水技打，呢只水，我用呢只用地面打好啲，是但啦，有水要打水。哇！呢只缓重啦，咦？第一次见喎，象仔喎呢只钢嘅象，钢属性嘅象喎。OK， 有爆炸，佢成日都爆炸噶，62 level 佢哋，即系话下一个一阵间个道馆要打，佢嘅 level 系61、62度啦，应该差唔多啦，我谂。走到啦，走到啦！阿变色龙呢度先用咬碎，之后再用气流，呢度咬碎。What？ 系咪用嗰支技能令我惊啊？所以喐唔到啊！好，打埋呢个得啦，放电，放电，放电，空气利刃。Oh my god！ 好吧，好到啦，到啦，到啦。毒系 mega 劲，应该得紧鬼嘅啫，紧鬼同埋仲有咩毒系劲咧？突然之间谂唔到有咩毒系劲喎，真系仲有 mega 系咯，真系得紧鬼嘅，最劲嘅毒系系嘛？好，四款呢度，唔知佢系双打定单打咧？如果双打其实有啲麻烦，单打就好啲嘅，其实试下
好似你呢位孩子竟然咁挑战我，令我咧笑到发震啊！好啊，俾你认识一下咧忍者嘅威力，毒带嚟咧持续嘅厄运，睡眠使敌人咧变得无助，见识一下咧毒系精灵嘅恐怖啦，毛骨悚然嘅，一定系紧鬼嘅。哇！毒系边度毒系啦？哇！仲要只咁快嘅精灵，系咪守护空元气啊？又系爆音波，哇！爆音波普通技能。我带导电飞鼠啦，虽然佢大黄燕一定系最快噶，因为速度线嚟讲咧，佢一定快过。一下哇，一下顶唔到。不是很有效，佢呢一个系咪改咗技能啊？即系变咗做飞行技能系嘛？咁我哋用战锤龙啦。啊，唔系用暴细龟都得喎，用暴细龟先。佢呢度单打系嘛？会唔会第一隻都打唔赢？好惊第一隻都打唔赢，应该唔会死啊！话板波咁高攻咩？黐线，炸咗我180多血喎！呢个时候其实可以换重，或者直接死咗就算啦。啊，佢一定快过我嘅呢度，呢度就换只快少少嘅电导电飞柱放电，啊，即刻撤走，哇！电源永远喎，呢个毒电喎，要用地面技打喎。诶，换唔换好咧？其实呢度唔换又好似好尴尬，唔换又好似好嘥喎。大龙鱼咩噶？电源永远有咩噶进化咩？大佬唔好困我啊！呢个极巨化嚟，我师兄呢个极巨化嚟，我老友。赢我唔到嘅呢只，几高攻都打唔死我，系咪啊？毒之月永远冇 mega 我记得 ，mega 系 XY 个年代噶嘛 ，XY 年代跟住战元永远系剑盾出噶，边度有 mega 啊？大佬，唔好玩嘢喎，哇！甲破音啊，甲破音啊，变咗水鳄喎，左上角我见到系水鳄嘅咩？好似唔系，好似得纯水我记得，但系唔理啦，佢都唔够佢快。我仲以为呢隻会 mega 添，如果系咁，呢隻 mega 做小智嗰隻都话合理啲啊。系一定唔够佢快呢度，我基本变身啊佢 mega 进化能量球，唔会系你快啲啩？我一定快啲啦，我 mega 喎、啊，哇佢快啲，黐线哇，系咪啊？佢咁快呢隻甲破人哇，黐线噶，我唔够打喎，好难打喎。谂谂先，打击鬼摆上得唔得咧？但唔得喎，佢要有招地面技喎，定系呢度俾啲人学地面技？我哋战锤龙俾佢学招地面技啦，唔要追打啦。咁样可能有啲用，我觉得。第一只系嗰只 ，OK OK。咦，唔系喎。如果系咁，其实战锤龙摆第一得唔得？因为佢个伤害咧可以一下打死大王燕，但系唔知佢可唔可以一下打死个爆音波？我一下秒咗，咁即系都系要暴细龟啦，暴细龟摆头，跟住用岩石流啊，岩石风，跟住呢度走都唔好啊，一定要死咗佢。佢呢个会换咩话？资源永远啊嘛？呢只几多速啊？133呢只咧？157我哋用呢只，跟住用重搭，睇可唔可以读到佢先？啊，读唔到啊！佢头先唔系换重嘅咩？呢度搞错啊！大龙犬跟住用咬碎，佢点样先至？啊系、啊，我应该用特袭喎头先，黐线！唔应该用咩喎？特袭，今日系咪战元命元啊？敏捷虫呢度特袭，虫命死咗，成队都咁快，有啲难搞嘅真系。敏捷虫啊，敏捷虫好似最快的，自强啦，意念头锤啦，虫命唔死嘅呢下，死。咁劲嘅咩？蜥蜴王都好似唔够佢快喎，系嘛？点光石火啊呢度？哇！
真系唔够打喎、啊、呢、這个道馆，又要谂下点打啦呢度。好啦，咁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